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的，欢迎回来。那么今天呢，三星杯也进入了第三个比赛日啊。现在是16强战，16强也是分2天。那么目前16强，我们中国有8位棋手，韩国有7位棋手，还有一位是日本的山下敬吾。那么今天呢，就是4盘棋。四盘棋全部是这个中韩的一个对抗，因为我们每一轮呢，它都是采用重新抽签的方式。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出征的四员中国大将啊。在网络进行、这个、是，我们也说了，这个虽然是网棋网赛啊，但是它这个还是非常的严谨的。对，首先你是进去会有这个安检员是吧？先拿下，就像我们出入这个飞机场、高铁站一样，一会儿拿那个先全身扫描啊，确保没有电子设备。其实，在这种环境下，我觉得不可能，对吧？不可能再有什么，因为全程都是有录像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盘对局啊。李怡婷对这个朴廷桓，对这位彭丽瑶，彭丽瑶是通过选拔啊进入到本赛阵容，这个李怡婷呢是种子，因为今年三星杯也是采用的叫做这个先是分配名额，然后各个国家和地区再自行选拔。那我们中国队这次是有加上中国台北一共13位棋手，好的。那么今天这四盘中韩对决呢，肯定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这一盘啊。对。李怡婷对朴廷桓的。因为朴廷桓呢，这个目前是韩国的2号人物。是。但他也是长久的霸占过这个韩国的第一人的这个位置。是。应该说是李世石之后，就是他接过的大旗。没错，没错。当然他现在慢慢的老去了，应该是现在这个小申 是吧？申真旭接过了这个韩国，对韩国这第一人的这个大旗是吧？对对。但是毕竟这个朴廷桓4冠在手啊，4冠王、那么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李怡婷呢是2届的孟百合杯冠军，对。但是这两位棋手都没有，没有，好像三星杯的不仅冠军没有拿过，好像决赛我印象中都没有进过啊。但是朴廷桓是进过4强，所以。想必他们肯定是想在三星杯上有所作为的。对。那这一轮这盘棋就非常关键是吧？ 对他们两位来说，这个都是碰到了强敌。对。好，我们赶快这个追上他们的进程啊。这盘棋也是中午11点钟开始进行的。黑棋是李怡婷，猜到了黑棋啊。朴廷桓虽然在韩国国内啊，就是有点被这个申真旭有点压制哈，压制的死死的感觉。毕竟要年长几岁。对，这个也应该，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也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不得不说，朴廷桓这个心理素质我觉得很强。他因为今年下这个围甲联赛成绩非常好。他围甲当中下了15盘棋，赢了12盘。而绝大多数是在主将位置上。他实力肯定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对。要不也不可能排在韩国的第二位。因为我们说有的时候你就是被一个对手就是压制得很死的时候啊，就你会这个人的信心啊难免会有波动是吧？对。但是有一度这个我们知道他们下过朴廷桓和申真旭下过一个7番棋 啊那次，然后韩国那个规则也比较神奇，就是要必须7盘全下满，然后那个被下了个0-7，这个确实是很受打击。对，但0-7之后他转很快来参加这个围甲和参加别的比赛，好像承接还可以，并没有这个一蹶不振。对，说明心理很强大，很强大，对，毕竟是这个叫这个当过第一人的啊棋手。都是天王级的棋手，天王级的，天王级。现在这盘几个台词说拥有过天下的人。黑棋是选择飞一个，对，应该这个是，李怡婷的也是一个成名的他的一个绝技啊。哎，对，但是这个朴廷桓九段是避其锋芒了啊，对，他没有直接拖上去，直接拖上去面对小米的邀请，对这个你是飞刀算了，李怡婷比较熟悉，对，算了，我们就不这个不抬这个杠了是吧？
这个棋是最简单的一个下法，这样对，黑棋也就没什么脾气了。嗯，上一轮的芈玉婷是战胜了韩国的卞相一啊，那也是非常有实很力。强，对，韩国的现在应该算是这个四天王之一。现在应该整个大的趋势还是，我们原来叫《三国演义》啊，但是现在应该说，确实是日本已经慢慢的这个没落了，所以说应该现在可中以韩争霸争盘啊，争霸，这好，个长久的趋势应该还会维持住。对，至少是近年来看起来是啊，黑棋是先挂，对，挂的话，白棋确实也没有脾气硬对，了，这个开局的下法想法，很多，这个也是下的很独特啊。挂是，完这边之后，他一走就补在这边因为来开局四个星是吧？然了。后只有上面是点三三，上面下面空都的，是手脚，对。但是他这个，你看他这个挂完之后，人家走出来，对，然后又补在这边，但这我个觉得思路非常跳跃。是，看起来好像比较这个凌乱，看起来比较乱，但我觉得其实是里面有套路有可的，能有套肯路，定有套路啊。从于。下一步就能看出来啊，这步就像这步棋也是，如果没有套路的话，一般人是不会去下一的。般是不是要紧一点正常啊？金融紧，这或者这个低或的高比的，对，就是它这个稍微这或者个这就个是不高一远不点。近，不，这个尤其这边有两个子儿了，就按以前的思路是一定是逼这两个点，这两个点，要不你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稳妥的是补在这，就是你走这个边算了，这个呢是肯定是稳妥的。人家他走在这儿，就说我要什么，我要给你打断，对。这样呢，大概白棋会这么猜过来，嗯，这是另外一盘棋了。但是呢，你说你不想补这个，那你也是我肯定是为了防这个，那我肯定是，也要对你的压力大一点，对吧？这两步棋明显压力大一些，很少有会选择走在这儿的，那说明走在这儿就说明他对这个。就这后边的战斗，他觉得自己非常有研究，才会这么下。这就像我们说他这么下，有可能是有套路的，不是那种这边来一下，那边来一下这种对。神经的下法。小米应该说近期成绩还不错哈，白棋马上打断，这个确实已经这叫什么？这是必。不得箭在弦上了，不得不发了。这个，对，因为我走在这儿，你按理说你就是你要是不走，我只能给你打断。是，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在这边下，那这个子儿的位置就太奇怪了，对不对？这个子儿的位置太奇怪了，那就当初就肯定就还不如不走呢。对，走了这个，那黑棋如果你不应，那我就必死的给你作战。几乎是只此一手，是啊，吧？对对对，这就是然你后再要敢爬，不应，打完之后再爬。是。这时候，如果黑棋长，那么白棋就长，白棋是长吧？这个，对，这个也是一个还算比较常见的一个想法，是这样，黑棋是是打的，吃，先打这个，打这个好像少一些，所以我猜测大概是他走在这边和就这个是有没有关有联？关联，对，这个地方能看哎出呀，来有关他联，们的套路很深的。对，这个地方你不得不承认是黑棋下法是。看上去是有点那个凶悍，但对，但是呢，但是他白棋下就这么的，一路连压过去，一路连压。但是呢，能看出来他像是有所研究的感觉。然后现在他是小飞，小飞的话，这个应该说他也是有点害怕，有点害怕。当然，比较容易想到的肯定是先在这边来。比对，较容易想到，就这一带好像能不能封锁啊？对，就是能先过来，但是呢，他还是想先，小飞毕竟比较确实，如果这不个，走的话，下一步再压也很严厉，是吗？对对，不是，他是你不走嘛，那你这边也没什么可下的，那我当然压过来很厉害了，对。他是希望你呢走一个，我再，这个就比较双方就比较缓和了，是。我就是顺着调这么一下。但是这个下法呢，你要直接来呢，那就是更凶悍一些了。对，但这个呢是比较确实的下法，就是说，如果我对这个地方没有那么深的了解，那我下一个比较确实的下法，这个有地，这就像有心中有粮，这个战斗起来不慌的感觉，这个应该说是一种比较老练的下法，对，
应该说朴廷桓他这个从原来的一个翩翩少年啊，现在也成为一个老将了，所以下棋起来是比较稳妥，下的是没那么冲动了。对，然后再走。然后白棋是选择的这个家，对。因为这两步交换之后再来飞，从这样，实力上来说是得了，从是实吧？际上来说得了，哎，但是从进攻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黑棋这白外面多了个子儿，其实是对你有压力的。但是白棋呢，应该说他也没有准备在这个地方跟你决一死战，这应该是能看出来的一点，就是他也是，就是没有说要在这个地方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黑棋直接飞，直接飞。哇，这个然后小米 很强硬，这个直接就断上去了。对，这个下的是眼哦，花缭不，乱，朴廷桓直接断上去，对，眼花缭乱，这个很凶。很凶，这个下的确实很凶。这样黑棋是，然后再来搬这个，如果直接吃的话，这应该一跑，这个也是，这个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位置的用意了，对。这个只起到引征的作用了，这样你追我一炮，你争不掉我了。你再打我跑出来了，这个黑棋崩溃了。所以现在肯定肯定不能打，不能打这个，所不以能黑，打的话就然是，后再来搬这对，这个角了一搬一虎也是常用的啊，这个局部的长形。对，他现在再来走这个。这下一步棋就可以抱吃了。对，下步可以不好吃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如果再吃，那他都甚至不用不好吃了，他有可能还会有别的想法。所以白棋现在对，吃过来，那么把黑棋争到角上搬。对，这个地方应该说两个人下的还是非常细腻，就是说黑棋如果我们说早点搬虎的话，是应该能搬着的，如果你早点搬着的话，那白棋应该是也就不会断了，这个地方两个人下的很细腻，那他为什么不早点搬虎？他有可能是要保留以后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有个断的下法，就是这样的。你再吃这个，我有可能吃这两个字的一个下法，所以他这个地方两个人是拼的比较细腻，他实在是选择虎这个，他再吃这个，这样黑棋把这个走到，应该说白棋这个地方啊，有个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地方黑棋应该是跑不出来。这个征子应该是白棋有利。如果这个征子要是黑棋有利的话，这个跑出来是很厉害的。对，实战哇，黑棋下一步下得很潇洒，很飘逸，是选择这么碰在这个位置啊。这步棋真的是让人。很难想到是吧？这个对，很点。难想到这个，这一下到这种地方，就是让人感觉到，一声叹息啊，下的真的是漂亮啊，这个位置，这个真的很难想到，靠在这靠在这啊，常见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么来度过是吧？对，就是都是或者要不你就调子是什么什么这个比较那个扎实一点扎哈。实一点，还要装到这，装到这就是说我要活的情况下还要给你制造一个断点，是他这个活的要紧凑一些，看他顺势，然后再粘住，这样子来做活。这样的话，明显这里呢多了一个断。对，这个地方也还是下的，挺有意思的。白棋爬了一手，黑棋拐，然后现在白棋再补回来。补回来，这样他瞄着这个力，下的还是挺有意思的。黑棋这样在挡吃这先手啊，个，这个挡是黑棋的挡权是黑棋，利。挡不走，一般就死掉了。这所以说这，让他先刺，先刺之后再再胡吃这哎再胡吃哎，黑棋这个活的还是比较充分的。这个就是活了，主要是白棋形状倒是就是没有活的看劲，白棋以后有可能还有被攻的可能性。现在这个白棋，周老师现在你是有跑哎，跑过征子，现在能我征还子是征死啊，你，有他征就是子，征死你，是。所以他就是但一是直有，总觉得外面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厚实啊。至少我有征子的可能性嘛，对吧？这个他是有那个，然后这个地方黑就是说白棋看上去子力很多，但是确实不显得那么厚，这个地方。这补个，呢也不是很好补的样子。这个地方还是挺有意思。这个地方当初啊，白棋吃在这时应该是能把它吃掉，但他不肯吃在这。当初他其实这么吃也是能把它吃掉的。
但吃在这儿呢，我猜测他大概应该就讨厌对对，方一打，他就能跑了吧？然后这边再一叫活，这地方我就留着一个跑了，至少。这个跑的话，刚才我们说的榛子没有了，因为这一粘带响的。对，另外一个黑棋像先手活，刚才我们看是黑棋哦。后手活，这个有的时候你多吃两个子儿还不见得便宜，这个因为差了个先后手，所以他这个地方两个人是斗智斗勇啊，下的挺有意思的。对，这个地方定型好像之前没有见过，没见过，是个新型。没见过。这个地方两个人是下的是斗智斗勇啊，这样白棋还是白棋脱先了，白棋这里尖顶，这个也很大，是吧？对，这个应该是抢了手目，对，这个不走的话，是不是点点进去，点点角，角进这去就很了？厉害。因为这边黑棋肯定是有子力的，先顶完之后又补了一手，回一个，哦，那这个角呢，就已经是走得比较结实了。对，这个角地应该算是白棋的了，嗯，应该说白棋撑的还是挺猛的，这个地方，对，正常一点，我们说这个棋形，白棋围这个角就是跳一个，是绝佳的一个形状，是，就这个围的是比较干干净净，是的，清清楚楚，嗯，哎，如果你再稳妥一点，就扎丁那也能。那这个围法是最，就是说要先手围住这个角，但是呢，这个味道肯定是，就是味道肯定是不太好。但是能看出来，这个棋白棋是拼命的抢控啊，好，黑棋跳，这个也是好点，这个瞄着跑出来，对是对吧？对对，他瞄着这个吧。白棋点，点的话防住了是吧？防对，住了，防住了，这样现在不能跑了。跑的话，他这么吃死你，这么打死你。如果你跑，我这么把你打死了。所以这跳一个是抢一个这个棋先手，棋先手，但是便不便宜不知道，不一定便宜，不一定便宜。这个，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叫棋先手，先中后，先中后，就是你先抢到一个先手，但后面要把这个损，这个你抢到这个先手的这个利益啊，要还得送回去。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你看有现的，在。这个日本棋手是比较喜欢后中后先，中先的，对，我们那个年代也是比较喜欢后中先，就是先前面慢一点，然后呢后面发劲儿，对。就这种棋，如果我们那年代就是就这么先硬一个，然后慢慢的什么对，再从外面来打你，这个意是这种点有点像那个信用卡刷卡一样啊，对，刷的时候很舒服，很舒服，但是要还的，要还，总有一天要还。那现在黑棋你看来这个讨债了，他先贴。去。因为这样一来，你这两手其实肯定是亏不少啊！你本来如果没这个，你看如果黑棋这么下的话，当然黑棋就不会这么下，肯定要跑了。我们假如说没这个，那黑棋也不好补。对，那像你这有一个，我这反而好补了。对，这个就是白棋形状确实有点难看。好，贴以后拐，这个白棋的形状，有点难。刚才看起来白棋其实是一道外势，但是慢慢的好像变得。有可能要被攻击了，是吧？受攻了。对，你看现在白棋要往外跑。对，这个，所以我们职业棋手有一句这个谚语啊，就是最后的后势是两个针眼的活棋。你只要没有两个针眼，这个搞不好哪一天就被人攻起来了。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活个，棋才是后势。对对对，活棋才是真正的后势。这句话，我想我们很多棋友一定要记在心里。哪一天你的大龙就有可能就有可能被别人吃掉了。不是下在外面的子都是后势，然后再贴。贴这个，哦，贴的话，这将来一断是吧？没眼，一挤，这个棋形也是没有眼。哦，白棋飞，哎，先这个呀。先这个确实让人想不到，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还是，抢一个目分段。你分段也谈不上，这我活棋，你分什么段呀？就是抢手目。不知道啊。抢手目，让你这边补一个，我也算有点目，然后顺着你这个活回来。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反映韩国棋手的棋风的。我敢说，这个中国棋手绝对没这个思路，没有往这儿的感觉。对，没有这个感觉，绝对没有这个感觉。就中国棋手肯定是要先抢头，或者要外面走，或者要是我的话，第一感就是往这儿飞一个，就简单就抢头就完了。不会见着这个，尤其这点目，觉得也看不上眼，有点这种感觉。但是韩国棋手他就他这个地方在这种地方是吧？还是要抢一手。要把这个撑住。对，
啊，然后黑棋，那黑手黑棋顺手一刺，对，他因为他要补这个，他顺手先刺一下，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然调后子。这里再一劫，哎，这个啊，这个很愉快愉啊。快愉快，你看黑棋、白棋这个鱼形，刀板五是吧？是，哇，但是愉快是愉快，但这个地方要就是有可能会紧了自己一口其实气，这个对，就是这种各有利棋。弊。就是这种棋啊，是都很难受的一点。这个棋，如果是我，我有可能是不会走这个的。是吗？保留一下。对，保留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看你白棋会往这儿走嘛。这就是你自己的判断了。走一个应该从目数的角度是肯定是不大的。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你确保一只眼，然后是吧？这边的虎一个是绝仙，对对对，这边冲了一个虎，一个是。是这个意思。这样他冲完这个虎是先手，但是呢，我也是活棋哎，挡都是先手。那就算你是先手啊，就是那也没什么嘛，但是这个就我看觉得他会不会走这个可以理啊，解，这个太想急了。太想急了，这个心情多愉快！你看，白棋一只眼，暂时一只眼都没有。对对对，是，就是他心情很舒服，但是外面呢，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也壮了一口气。然后飞起来。哎，其实截止到目前，我觉得黑棋下的调子很好啊，周老师。是。就是很舒服，很舒服，哎，这个棋应该说黑棋，我们说形式应该是非常有利吧？对对对对，应该是至少从步调上来说，黑棋非常满意。就对，是我，你看这个棋形，咱们就看这棋形，非常难看，白棋。哎，白然后棋，呢，然后我们最好的攻击就是一边攻你一边围控，对对。这是非常舒服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调子上是黑棋绝佳。对，这个芈月琴今天。前面盘就发挥得非常完美，靠一个，靠一个。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感觉自己形势怎么下都有利，是吧？可以选择的路也很多，尤其是在攻击的时候，就是攻击的时候千万不要攻的，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火候啊，这个分寸。现在是明显是黑棋处于一个攻势，对，黑棋应该说攻的还是非常舒服对，接下来就看怎么进攻。啊，黑棋现在是单长的，单长，单长还是不想给他演，对，哎，下还得是很比较狠。下的比就较，是芈月琴今天这个是吧？就是你要是想走的比较那个轻灵一点啊，这都但是就给他演了，这镇过来也问题不大。但这个呢，就是说不给他演，对。这个是够狠的一个想法。贴呀，贴。他还是不给他演。白棋是哇，白棋是飞在这儿，这也是这个选点也是很奇，感觉有点奇怪的一个选点。然后黑棋直接把这个字打拔。打一个是先问一下你，哦，你要敢不敢粘是吧？粘的话，它粘是一要点。长出去了吗？我认为他不见得敢，这个长出去，这个打了利，我看这个味道也是。这个就看看啊，如果它长出去，这个打了地也是很吓人啊。这里面是什么情况？这个不好讲。这个虎是不是先手？这虎不是，不一定是先手，这个它提提的是先。先提的。如果那它就能尖了再跳这就是收吧？气，对，这个要就是补比较，气。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打完你粘我就补一个。让你吃这个，这哦。样我再顺调着这么这个，比如说这么攻你，哦，这样我等于这样一笔你也没活，对，这也就是一先样。打上去，先问问你是吧？对对对，你就粘不是粘？对你粘上嘛，这个我就顺着补，就这个。要本来如果我这么走的话，你这个肯定那不会肯在定这不会了。再粘了，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这白棋现在是吃这个，他反打了，提。但是这个白棋应该说形状也不是太好，这个下对，法我认为白棋不成功，这这个个飞是吗？就是这个对这个下法我觉得白的不成功，就这个飞开始，还不如直接飞出头呢。那这个甚至还不如接一个，但接一个就是要也是要算一下，然后靠，让白棋黑棋先搬，搬，黑棋感觉哦一夹，你看黑棋下得很漂亮很啊。漂亮。这个它也很，白棋也有点麻，对，这个棋，如果说你粘这个的话，它应该这一一跳，跳，对，这个形状是拿捏的非常对，这好。又跳方，然后这边又有断点，对对对对，这个形状有点难受，所以它只能只粘，粘只这能个，粘在这儿。就是接下来粘的时候，黑棋是选择长的，这个地不是，就这就时候是其从实形状来说应该是拐，是吧？第一感是拐，对，第一感是拐，对，长当然也是绝仙了，但是问题是。
拐的话，我猜测他怕大概是怕人家脱先，就是拐的话，他大概是猜着他比如说他这么冲一下啊，他大概是有点怕，就是如果能拐到的话，肯定是拐然后对，如果能拐到肯定是你就哪怕你粘吧都中好的，你袜粘吧我就算跟着硬对对也对。好，他大概是怕人家脱先，脱先的话，脱先这个他就是这个劫这个劫吃那个要有可算能不劫大，财，对，那吃那个因有为可能。这个劫提再提，这个也很有劲儿很啊。有劲儿，这个确实很有劲儿。但是呢，你有可能你也不着急，哎，这个棋就是呵呵你让他拐着，那就是另外一个想法，对对就对。是反正他走嘛，他也，但他应该是怕他脱先，否则就那很难解释，是吧？不管怎么说，这个拐呢，就是我们说的还是叫先中后，不是不是后中先，我这个地方是让你都走到，但我就让你我这个留着这个味道，你总是欠一手心，你走呢我就便宜了，你不走呢，你这个地方总是有块心病，你就是。别的地方你就有可能会施展不开手脚，这个呢就是先中后势能了，但是这个地方断点也有点多，哎，这个形状没那对，么厚。白棋先冲，这个就是你自己的断点也就变得多了，这个棋。然后再粘上，棋上的对，怕。哇，这个啊，这个没走，黑棋也是，这个角上的实地也是可观啊。对对对，他们应该还是要再算这个地方的这个角上的这个厚薄的问题，就是以后这能不能，就是说再能活出一块棋来，这很关键，有没有棋是 有吧？没有棋很关键，这角还是就如果是全部都全是是黑黑棋洞，的空，那肯定是黑棋的效黑率太棋是高很了满意啊，黑棋效率太高了，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这地方能不能走出点棋来，的。这个是他的一个这是关键。后面行棋的要点啊。对对，好，这个告一段落了，然后赶快拖这个角，这个也很大。对，现在应该说白棋这块呢，也没活干净，但是呢也不能算太薄，因为你这两个黑子还是气紧，现在主要要看这个角，这个角如果都是黑的地的话，黑棋至少从实地上是不会差的，就这个全是我的地的话是不会差的，是。但是如果能出现一点棋的话，那就不好讲。将来白棋是不是还有这个，有，也有断哈？断点应该是黑棋这地方是比较多的。好，黑棋，白棋是单长，那么黑棋糊起来。这个下了一个，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下对法。对，以前的肯定都是打在这儿，以前肯定都是打了粘上。这样把它粘上。这盘棋现在如果这么下的话，他还是会爬吧？有可能应该是爬。吃这个的话就，这边应该还是挺大的还是挺大，因为如果被白棋挡下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就简单一拐也行，对，这个空间也关键挺是大。这个一下变厚了白棋。这个地方只能猜测它，他应如该果这还么是想，会拐回然来。后你立的话，那拆一，猜个一拆啊，个可能一，这么想，这个也许还是这么想。可能白棋不太肯让黑棋这个在这个头拆一啊，因为拆一的话也是限制了白棋的这个眼位，所以他选择单长。人长，单长如果说他走这个的话，那他就长，就长，等于他这下没打着下会好一好一些，些些，这种地方就是说，很多细棋友有可能就会发生一种疑问，就这好多少？其实我也不知道好多少，但确 实给个是，数，周老对，师。给不了数，这就是不输，就是这个没走着下吧，反正是肯定是白棋便宜了，因为你这个少锦一气啊，这个然后跟头，光子有关系，以后这个拐起来，这个对，打起来也有关系，就反是正白棋肯定是好的，这毫高无疑问。手眼里这个少打一下要好不少，好是不吧？少，好不少。而且这个地方就是说，你打完之后，以后黑棋这种贴过来也会好很多。对呀，你白棋这个，所以说差以一后气对呢。也差了一气，这个差别就是肯定是很明显的，就各方面都会目数厚薄，这少来一下都差特别多。对，但是你要说给一个数，这个真的给不出来，这个就是围棋的一个比较有魅力的 地方。对对，这个比较微妙的地方啊，比来较这个微地妙。方是应该说不能忍，你看，对，所以也只呢，能说不能忍这个地所以黑棋呢，就是因为这一打，黑棋没有虎，黑棋糊起来了。
就差这一点点，是对吧？对对，有的时候其实，这么说吧，人工智能不这么下呢，应该说是它大概给自己有一点数，大概，但是这个数呢，我们也说不清楚，因为它也是自己的一个数。量但化太难了对量哈。化，但它肯定应该是，它是人工智能，它不是不虎，它肯定是给了自己的一个数，这个对。但你说人，就是我们人类棋手这么下呢，它肯定是没数的，它只是一种感觉，对对对，就是一个感觉，这一个觉得不能个忍的感觉。模一个我模也知糊道的这感个，觉。对，就是我这个下，我知道我肯定是亏了，但你说亏多少呢？那你就没法衡量，就在这儿，就是好，觉得不能忍。然后拆二啊，还是要盯着这个白棋是吧？对，这个本身也挺大的，白棋打吃，那就拿吃这这两个字还敢跑吗？从心情上是挺想跑的，能不但是能跑跑出的来？话，它这个地方长过来，这地方还有个打对呀、啊，手。有点危险的有感点危觉。险，这地方就这应该已经跑不出来了。这一它扳就完就粘粘就就行行了，了。这要加。对，这边一打一长也应该是先对，少。这个太危险了，还这个是先算打，了，还是算这一了打这之里。后应该断点很多，确实是不能走。他先过来，拐一个，飞。这地方下的还哎，是然后他就拐过了，爬过了。爬过。哦，走的，哎，周老师爬过之后，脚上是不是肯定没没棋了，棋了哈？因为他已经全部连后了。对，本身这个目数没有那么大，本身这个目数肯定没有多大，但是呢，他爬完之后就肯定是跟这个角有关系。我们假如说这个地方啊，我们假如说这个没爬过，这个拐完之后，这个一点它应该就不太好对，因为吃。这个地方多一个二路透点，对对是对，多吧？个二路透点。你这个你一走，我最简单，我这我直接点已经可以了。点了一盘，是不我是有点一点？盘这个。有点什么棋？对你，而且你这个形状，你看啊，你这个形状，我一会儿你再不走，我再一冲，你这个形状非常难看。所以它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定记住，不能先冲。替我们一定，这先冲的话再走，那人家肯定是从这边挡了。这下会差别挺大。所以它这个，它应该是跟这边有棋有关他系。先爬过。这样你这个就你再点，我就肯定挡这边了。这个你都永远都点不着这一对。下，这肯定没问题。这个确保脚控啊。这应该说这块空还是非常大的。这块空哇，这块空，你看，15、18、21、23、24、30、31、32、33、34、35，我数到这35目了，哦，粗粗的一算，一个大角，一个大角，一个大角。这个画空是不是顶白棋全盘了？嗯，这白棋也都是小块的空对对啊。对，这样。好，黑棋白棋也顺势顶。顶一个，这个还要扳一下，这个还是要撑住一点目数，这个然后是，爬过，但是呢，白棋交换了几手之后，这个白棋也自己也变厚了，是吧？对对对对，哦，现在他打吃到这里来了，白棋。现在白棋应该说通过这边的交换，现在黑棋呢是应该是取地，白棋呢应该说是转成外势了，对。因为白棋这边多了好几个，又加上这个在那，然后这边是有一些断点。所以这个棋现在下成这样之后，就是白棋转为外势，黑棋转为实地，可以这么理解。下成这样，但是这一打也很严厉啊，这一打，现在黑棋啊是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要不要跑的问题。不跑被拔花会不会有点疼但是现在因为都已经定型了，有可就是正常是肯定不能让他拔这朵花的，但是如果说已经下到后半盘了，没有说这个地方，你看你这已经吃了两个子，这其实有可能也没那么大，可以考虑是吧？可以考虑脱先，脱先的话也许就是收官的棋了，这样的话就是黑棋就是脱先是一个下法，脱先的话是走哪里呢？脱先。现在有什么可以考虑的脱先，大厂？比如说啊，这边，如果是我有可能会考虑往这儿走。收个空 对，是收吧？空了，对，因为这边这个我不知道他要不要立掉，这个地方就是有点麻的地方，对，因为立的话那就这个角就彻底让给别人了，是，如果不立的话，以后还想有点想，但也许本分一点就立一个，如果他挡，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下法，这个就是拼空啊。想这地方其实想开一点哈，这个子算了，还是再花一手棋，花手棋就算了，花手棋我就在就是往这。
就他之前这一代没有什么先手交换。这个就是如果你直接动，就是那个正面作战。嗯，我们可以稍微判断一下这个数目。好的，好的。这是刚才我们是数到这是35，我们再数一下吧。这个是1234563721，这算它间道。对。22、23、24、30、31、32、33、34、35，这个大概不能算他达到，41、42、43，43，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能提到是吧？五六七五十目，哎，小五十目，小五十目，这个地方四目，四目是这里还这个地方小贴木，小贴木，这个是五十七八目的样子。韩国规则六目半是吧？就我们先算五十七目吧，五十七目，好，五十七目，但五十七目是没什么问题。这是四目，这三目应该是没问题了。五十七目，白棋呢是也挺好算，15、16、17、18，19、20、21、22，多算几目吧，23，23，这块是1、2、3、4、5、6、7、8。小实木33，中间，中间现在不确定啊，中间，我们假如说算它实木，哎，实木的话，那就是43，哎，我五，刚才57，五十七，那也黑棋不错。实木是不是人家还是没问题的呀？对，就你不是你提完之后，你肯定实木不止，但是你没走，就是就说这个地方就看它这个中间的潜力，黑棋还是实地是。有本钱的啊，哎，对，实力可以是不落下风的。就是黑棋现在要做个决定，本来是前半盘是一直在攻对方，就是攻的这个攻势有点如长江这个水似的啊，对，连绵不绝。现在呢，应该说通过这攻完之后啊，黑棋确实是把这地块空围了一块非常大的一块空。对，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应该说客观点说白棋现在外面已变厚了，那这个时候还要不要继续强硬的跟对方作战，就要思考一下，要考虑一下。但是小米好像是有点不肯让他轻易的反正我觉得下成刚才我们就简单的这么下呢，黑棋是可以，至少是可以一下，就是一个思路啊，就是说你现在就不跟他强行作战，然后选择一个收控的一个下法。但是小米，你看这一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惯性是吧？对对对对，前面一直是下得很顺，一直是一个攻势，对，一直在攻着对方。这个时候说想收手，就是有点难，要不要急刹车是吧？这个时候，对，他实战是要想这个把这个地方看看啊，他要强行还是要转出来？好，这个所以下棋还是一种掌握平衡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其实最终围棋它还是围控是关键，对，围控最后还是比控是吧？控，对对对，就是你只要是攻它，然后把控你转化成控了，这你就已经可以接受了，是，这样一来就是这就是骑虎难下，有点爽了，可以这么说。现在它是扳的。对，搬的话，现在被白棋一打，因为你现在强行作战的话，他长出来，这个主要是这个子儿，这个白棋活是问题不大。然后这个如果这边你要是万一哪天被他分开，也要小心一点。是是是。然后咱们再说狠一点啊，这黑棋这块棋啊，也不能说是活了，这就我们说的最后的后事。我们一定要记住是两个眼的这个活棋。这个棋我们可以看见黑棋这是肯定有一只眼，这是毫无疑问。但是我们虽然说当初这早就有这一只眼，但是你确实只有一只眼。对。我这万一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假如说这么一直跑出来，这个你就一直跑回来，这我压回来，那我哪天白棋再从这边过来，你这边再活，那我这边再把这个子儿接回来。你确实是只有当初那一只眼。而且这一点白棋是不怕呀，你给我跑，我就这么搂打一圈。对对对，搂打一圈。不是你这个棋啊，你到时候你自己也没完全活，你到时候真是杀气，咱们也得那个，你这白棋气也挺。所以这个白棋确实是，现在看看白棋跑，黑棋跑出来是不是有点？有可能有冲动。有点冲动是。有点冲动。你看他是扳，扳成立吗？问题是。这就是你刚才说的，王林，你刚才说的有点惯性，就是说这个地方刹不住车了，刹不住了，对，刹不住车了。这个好像是一本道啊。对，这个现在是一二三三气，
但是呢，现在要延期。延期。现在如果贴这个的话，被滚死了。这样一打贴不行。这样被滚死了。这一对滚死了。所以白棋要延期，白棋贴。冲这个。对。冲这个是争子有利。如果黑棋现在如果争子有利也可以，这么一打了一粘。如果争子有利可以了，但是现在应该是白棋争子有利。不利，争死了。争死了，这个应该是白棋争子有利，所以他不能这么下。他是长的。他现在。只能长。长。那就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然后白棋压。一压。然后。那这个不对了呀，这个气慢一气啊。慢一气。他也算是。哦，但是他气子了是吧，算是转换。转换了。但是呢，这个转，哎呦，他这个还能再冲啊！这个应该是没办法，还能再冲你一下。这是人家的权利。然后再把这个提掉。提掉。这个转换，刚才我们给白棋是中间点了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这已经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十二。这个肯定十好几目了，这已经很多了，吃子儿已经十二目了。不过黑棋呢，倒是把这两个子吃掉了，把这两个子吃掉。增加了六七目，哎，这样行不行？但是现在有个关键，就是黑棋落个后手。你落了个后手，这个地方，然后他把这个给抢到了，抢到了，落了个后手，这是你比较吃亏的地方。刚才这手棋应该还是等于还是很大。本来这个保留的话，其实黑棋白棋要走也得花一手棋是吧？再提。现在白棋没有花手数。也围了十几目，是这至少十二、三四、十五，这个黑棋是围了几目，但是你要减掉白棋的空的话，黑棋也围不了几目了。最主要是这手棋应该是下面这块空就变成白棋的了。是。应该说这个地方还是白棋是从目数上肯定是占到便宜了。这被一打以后已经不太好跑了哈。对。要之前能当时能。提前打就好了，啊，你说断打之前是吧？对，能打掉的话，那他再打就能粘上了。你说的对，就是不想着这两个字跑出来的问题是吧？可当时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当时还舍不得，对，想保留长，这就是这个意思。他就高手啊，总是保留，这是高手的一个本能是吧？所以王磊，你刚才是我们说的，就是说黑棋要不爬之前，他断打之前是外面打一下，然后再爬过来。反正他打之前你先打，但是有点舍不得是吧？有点舍不得，有点俗，但是因为他老想着救这两个子。但是后来关键是被打了以后，又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好，我们还是看他实战。对，小米这个有点可惜啊，前面形势很不错的。现在变成了比控了是吗？现在就是进入了一个收官的阶段，但是白棋呢，应该说通过这一圈呢，抢目抢得很对。哦，黑棋，主要黑棋现在都下不来，进不来，这下不来，现在这白棋也没有那么薄，这控基本上就被白棋这么围住了呀。这个你不可能，他花了一手棋，你不让他围住他不能同意。那确实有点心疼。中伏本来是黑棋厚的地方。对。黑棋厚的地方，然后白棋成控比黑棋多。哎，你是那是不你不能这么理解。这个是他厚是他前面攻的是厚，但是他已经转化了很多实力了。已经在下面已经转化了。所以说该让给别人一点还是要让给别人一点。不能全都是自己的是吧？对。上面点了一下，那可能是打将。打将了啊，这是打将。对，三星杯也是每方两个小时的用时。点到现在贴是吧？这也是试下硬手。黑棋也是。冲。黑棋是强行是走这边。啊，白棋从这儿冲过来。黑棋在挖。然后是吃这个然后再打这个然后再粘上对这样你不走这还有打了断打对它只能长然后再断这个通过这一圈之后它厚了它可以把它断上、哦、还可以断这里断一个没问题因为提着先手是吧对这个白棋提着先手这里有断所以要本来可以这么冲过来你冲过来冲来没用意义不太大反正把它提了
这个是白棋的权利，应该说是断完之后，他就把它粘上了。这个地方，应该说这个地方白棋还是下得很不错对，就官子，肯定的，因还为，是不官子还是很强的啊。对，应该客观讲说，日本棋手和韩国棋手的官子都不错，当然这像他们这等级，官子肯定都很强都很强，了，但对。是我们要说，就是相说对啊，相相对对而来言。说，就是中日韩三国的话，韩日的这个官子水平要更好一些，哦，因为他们这也跟那个我们这个嗯，规则也是有点关系。我们是熟子法，中国棋手对这个子的感觉会好一些，对，他们对木的感觉会好一些。他们是属木法，打吃粘住了。煎一个，选手煎，嗯，这是几个，这都是权利，这个官子也是不多啊，空间不多，是吧？对，但是像这种煎一定要抢很多球，这个大伸腿啊都很舒服，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这种煎一定要抢。然后要把下这种哪地方里了？抢掉，之后踢掉，把这踢掉了，嗯，这个这都他是的先手这应该权都是利，选手权利啊，粘上，飞。飞这个，这个地方拼的还是很猛啊，又靠在这儿，换一个，这个然地后方，再断打踢，这地方还是。冲，冲，粘住。粘住，哎，我看他是没有交换冲了一下，打了个将，冲了一下，再尖这里。煎这个，煎都是比较大的棋，嗯。这都至少是逆收掉三目，肯定不止，这就逆收三四目的样子，所以这个地方都很大，这个冲掉了，之后白棋是。下一步，爬这个，哦，这很大，这也很这大，很大，这个也很大，对，这个也很大。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先抢这个呢？因为这是一个逆收的官子，嗯，如果你走那边，他如果白能棋先手尖，先手尖掉，然后再走，他这个尖还是对的，等于白两个棋这两个后手大的，我先抢个逆收的。是，然后冲，啊，现在这个这官子这个变数很小，是吧？对，应该说，而且两个人下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包括这个尖，这个看上去不大，但是它是个先手然逆后手挡官，住，现在这个形势怎么样呢？这个我们，然后冲下来，我们现在追上他进程是吧？对，我们追上它进程，现在主要还有一些这些小的地方，嗯，好。黑棋是爬过是吧？把这个爬过了。嗯，这对，现冲在他爬。是冲完这个，他爬这个冲也很大，冲这是1、2、3、4、5目，6、7目其实肯定是有了。嗯。这爬大概是也是在5目以上。走掉。好，然后单提，单提是先手。这个是他的权利。对，在打将，可能在打将，把这个粘住。挤这个，这也是白棋的权利了。嗯，这个应该说是。都是白棋的权利，把挡这也住。挡掉了啊！这个现在应该是渐渐的进入了这个小官子了小啊，官子了嗯。想应该是挖嘛？这个下一步看看，行，没有走这个，那是粘这粘个，这个，粘这个是这是一二三四四目是肯定是多的，四目半应该是打吃，四目半。先粘上，然后再冲，这个也不小，这是四目，这个是你看咱俩，这个是四目半，这个提完这是四目，然后加上这个半目，这个是一二三四，这是四四目，目，纯四目是纯吧？四目，对，所以这个两个人下的是非常细腻很细啊，这个官子。然后他再把这个粘上，这个粘上应该也有四目棋，粘上应该是也是有四目棋，还把这个粘上了。然后加这个，加这个应该说这种官子，他两个人是不会出错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官子的格局，就是一个真的就是
算官子是吧？啊，对对，很单纯这个。就是应该说没有多复杂，这种官子应该说，达到职业水平的话，应该都不太容易出错。因为有的官子它难是难在就是牵扯的方面面比较多哈。就是厚薄啊。就是你像这种冲这种粘，因为它的。就是他，就是你一走就是一个后手，纯粹就是比大小。哎，纯粹比大小，你只要不出错，你这个下法不出错，你数起来很容易。但有些官子呢，他，你比如说刚才这个爬就很难算了，这个官子，嗯，因为你吃呢，黑棋也不，白棋下手也不会硬，嗯，哎，那你说他，两个人都会脱先，这个时候就比较难算了，哎，然后后面还有手段就比较难算。但像这种地方，尤其又是小官子，就相对来说比较好算。看看他是打吃粘上白棋，嗯，白棋坐哪儿了？白棋完了是，几吗？嗯，打完了之后交换了一个，在哪里交换了一下哈？对，没看到在哦，这里打吃。嗯，打吃，这是粘上，这都没问题。然后是挤的这个，对，嗯，这个也是，你看挺大的，然后是两步棋，断。主要现在不管是哪一方啊，它形势怎么样，好像就是可以拼的地方好像是没有，对，不是吧？对，这个棋就是如果就是没有什么变数。对，如果说是半目胜负的话，还有可能会有个结的可能性；如果是不是半目胜负的话，就基本上快判死刑了。这一棋，黑白双方都没有什么拼搏，对，都就这里没有地方拼。对，然后把这翻粘掉，这棋，嗯。这个棋应该说是也没事，基本上没了。哦，然后把这个团掉，就是这个。我看到这个已经出结果了啊，已经出结果了啊、哦，看到出结果了。嗯，我们还说完吗？嗯，要不我们就给大家把结果告诉大家。对，我看到，因为刚才想追上他进程，发现他已经出结果了。对，这个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就没了。这个很可惜啊，最后其实芈玉婷九段这盘棋最后是输了一目半。对对对，一目半的话呢，应该是盘面五目啊。盘面对五目对，那其实很可惜这盘棋，因为前面我们看到黑棋，这个进攻啊，其实是一直是有一个压制性的这个优势。是，嗯。但是后面应该说大概是这个长出来的是有一些轻率、这地方好像应该是落了个后手。对，就是可能这里哈。啊，有可能有点轻。是不是有误算还是什么？误算不清楚哈，不太清楚。反正一长之后的这个最后这个结果，黑棋并不是很满意。对对对。这里我们说前面本来是黑棋的好调，应该是黑棋好调，好调，就是说有、哎、你说优势很有多大呢？嗯、也就是说这个不能量化，对对对，就是说明显的好调黑棋，哎，应该说大多数棋手肯定是喜欢下黑棋的，因为攻击起来非常舒畅、嗯、这棋。中间经过这样弃子转换之后，其实好像白棋的收获更大一些，对对、嗯、是吧？对， 对， 对，就是前面我们说虽然说是黑棋好调哈、嗯、可能优势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是是不是是是是，因为白棋没有死什么大龙啊，也没有死说出现特别明显的问题手，就是明显是一步坏棋，没有，哎，都是只是说白棋下的有点难、嗯、这个形状有点不舒服，有点难受，最后然后黑棋是非常好。最后就是这个变化下完之后，好像这个官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没有太大是吧？对，从后面看两个人下来，调停环九段还是、嗯、确实是很强啊。这个他的优势情况下，还是牢牢的把控住了这个局势，是吧？对，芈玉婷九段就是没有找到发力的地方，在后半盘。应该说是在官子阶段、嗯，因为这个官子确实也比较简单，应该说都是一人一手，一人一手的这种，就是比较好算的官子，所以说这个棋，应该说最后这个朴廷桓他的公子官府还是比较淋漓的精致的体现出来。是，那这盘棋很可惜，我们这个芈玉婷九段呢就被淘汰出局了啊。是。朴廷桓呢也是晋级了八强。那么明天呢，
同一时间我们还会就是为大家转播这个三星杯。那么今天呢也是感谢周老师哈，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了两项非常有趣的比赛，两盘精彩的对局。那我们明天啊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看我们天元围棋的节目。那么今天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收看，再见。再见。